豆子，小土豆子，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？我就问你，不是回家吃饭？我不回家吃饭，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？你丫回不回？站住！小米粒儿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？啊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？管我吃不吃饭呢你？你告诉家里人，我今天不回家吃饭，我咖啡馆，我谈生意，你管不着。干嘛你啊？你爱上哪儿上哪儿？嘛呀这是？小姨夫，哎，小米粒儿，有病。小姨夫，我没说你有病，我说二姐夫。谁？钱志峰。钱志峰怎么了？谁让他怎么了？最近就跟吃枪药似的，逮谁跟谁吵吵。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，冲我一顿喊。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，莫名其妙把我臭骂一顿。我正找他呢，人呢？他说上咖啡馆了。上哪儿？咖啡馆。我去收拾他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家吧，没你的事了。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，回家吃饭。啊，好嘞，我走了，小姨子。收拾不了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也不能怪。这个钱顺风吧，你想想，生活压力太大，那一个大公司，那么多人都归他管，生意呀、啊，什么签合同啊，什么报表啊，所以说压力大，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。等我到了咖啡馆，我先收拾他再说。圆圆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啥也不喝。哎，最近咋了？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？郭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。啊，我们不让坐。坐下，那没人。哎呀，圆啊，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？我不饿，我吃过饭了。能不能不闹？凶恶、恶毒，演这个。对谁呀、啊？钱顺风。他咋了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一言难尽。我跟你说，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，你就什么态度对他，明白了吗？态度。是，他最近来我们这儿，就跟谁欠的钱似的，烦人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。行。哎，不行。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，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。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，哥给你补上。行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，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，待会儿别打起来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他打不过我。帽子有点歪了，调一调。哎，我待会儿啊，我过。钱顺风，走后门，这也能过去。好，这我盯着你了啊。好嘞，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啊，我知道，给我，你放心吧。好嘞。云云，云云，云云。你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？上班时间你睡觉，你管得着吗？干，来杯咖啡。咖啡，咖啡，喝什么咖啡？哎，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？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？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，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。你随便吧，随便来杯咖啡。没有随便咖啡。哎，我说大个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心情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小个子。你心情不好跟我有关系吗？我是顾客，注意你的服务态度。你什么态度对我，我就什么态度对你。你好，
你给我嘚瑟啊！你给我嘚瑟，我投诉你！你投我，你这，你投诉我，我也不怕，奖金有人给我补。咖啡，咖啡，赶紧的。你站住！咱俩一直在吵架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冲的咖啡？上客人没喝完，特意给你剩的。行，我本来啊是到你这咖啡馆来散散心的，你今天惹了我一肚子气。多少钱？68。十八。100块钱不用找了。你等会儿。给你听不见呢，听不明白呢，不用找了，给你的小费。我都这种态度了，你凭什么给我小费啊？拿过。好好好，你赢了啊，你让我不痛快是不是？云云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再进你这个咖啡馆，我要再坐在这儿，我是你孙子。你会回来的。哎，小姨夫，哎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最近心情不好，来这儿散散心。哎哎哎，你来这儿散心啊？你回去吧，这里边是个母夜场。什么？你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正找你有事呢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是再坐在这儿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孙悟空。猴子，我跟你说，猴子。谁是猴子？哥哥。你要喝点什么？莹莹，我就想来这咖啡。我们这儿有4种口味，这样哥哥，我给你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口味喝啊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云儿啊，嗯，你是不是又漂亮了？哪有呀，哥哥，你净逗我，我这还愁着找不着男朋友呢。你找不着男朋友？对，永远都找不到男朋友。闭嘴。就你这样的。啊，要样有样，要个有个，你找不着男朋友都排成大队让你挑吧。妈呀，咋还停电了呢？刚才妈呀一下，谁把谁劈了吧？别是坏人呐，我去看看。这怎么还停电了呢？这黑区亮光啥也看不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雷声也太大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赶紧的把耳朵堵上。哎呀，这回就安静多了。哎呀妈呀，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，那多害怕呀。哎，这物业的门开着都没锁上啊，肯定进坏人了。小姨夫爷爷，怎么是你呢？吓死我了！你跑这儿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我陪小米粒来了，快，你快坐那儿。哎呀妈呀，我好像是失禁了。我的妈！哎呀，你快坐那儿。那啥，你干啥来了？
这不是电工师傅人家在那儿修那个变压器吗？我是说给他们拿几件雨衣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王亚倩啊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难道我怼上了？哎呀，走走走走，哎呀，我吓得。来人了，我去开门啊。你听，这么敲门能像是好人吗？是哈，这大半夜的那是谁呢？别是小偷吧？啊，干嘛呀？撬锁呢？快躲起来啊。哎呀，有人没？哎妈呀，这咋这么黑呢？有人没啊？哎哥，这门锁我整开了啊，完活。啊？不是门锁，是屋里柜子的锁啊。不是柜子，这屋哪有？不，你手指头插我嘴里了。谁？是个气球。哎呀，特别苦，咱们呢要勤俭持家，要学会吃苦。爸爸，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？让我尝一下啊。我说反了，不是他呀。这苦咱吃不起，太贵了。多少钱啊？420。这么贵啊？啊、哦，你说这咖啡吧，爸爸这么大的嘴，我要喝一口，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两口，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三口，那这杯咖啡就没了。420就没了？那姐姐，我不喝咖啡了。嗯，孩子。喝水，放在柠檬，姐姐给放的。哎，拿了一个，回家呀，给你切成片泡水喝，又解渴又拜火。我先给放下来啊。哎，那小表几点了？现在啊，4:20了。4:20了？嗯。你先喝。哦。姑娘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？有啊，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，就有人过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就说4点左右，就是我来这前后，有没有人进来，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？就您这么一位。除了我之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，谁还有艺术气质啊？不用你夸我，姑娘，走了走了，啊，人家不来了。咱们走吧。哎，别吧，你给人打个电话呀。打啥电话？人家这些人啊，你不懂，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。听顺风哥哥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。咱们走吧。行，那咱回家做饭去。做饭，走。来，给我，我拿着。嗯，来，从这边，这边。哎，碰着啊！您别走啊！柠檬。对，还欠咱一个柠檬。这，哎呀，什么柠檬呀？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。不是，这咖啡退了吧？大哥，你别逗我了，你点都点了，还怎么退啊？不是，我是给客人点的，客人没来，退了呗。不是，你都点了，我没法退。那一半退。那一半钱我出啊。不是，我们真没动啊。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。哎呀，姐姐，我们真的没动啊。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。爸，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。付了，两双鞋没了。付爷爷。哎呀，我说
上一边笑去。我这是笑吗？老姨夫，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？一共475。哦，不对，我放了100，应该是575。我没看见。你到底放没放？二姑父，我真放了。你瞅好了，你搁这瞅好了。来来来，瞅着啊。我从兜掏出100块钱。哎，你来，我要换零钱。好，我这么的，该出手时就。我来解释，他要让你放钱啊！我大喝一声，钱是不是掉里头了？掉里了。刚才我大喝一声，他掉一地，是不是往外偷钱了？王小天，你还怎么解释你？啊，行，歇着去吧你。小姨夫，哎呀，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。王小强估计也不是这种人，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！你这样，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，快给我，我有事儿，我得拿走。干啥呀？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？对呀，我每天都拿呀。怪不得呢，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？你给拿走了。是啊，我拿走的。二胡夫，哎，你挺会做生意呀、啊，啊，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呢、啊，啊。你们上一边去吧你。小姨夫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？这个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你解释。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。对，都出来，过来看看，来看看。你叫人家出来干啥？你说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他呀，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。说为什么？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，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，啊。二姑父，哎，说别的没用，走，上派出所吧，走。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？我能解释，街坊邻居们。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，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，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，哎，钱就多出来好多，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，哎，我给拿出来，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，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敬老院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，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，是用大家伙的爱心，明白了吗？谁信呢？你们信吗？没人信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来，我每次去都有照片，这就是证据。来，你也看看。呀，这不张大爷吗？假的，他花钱雇的。